微波炉的电磁波属于不会改变食材细胞的非游离辐射，跟红外线、紫外线收音机用的电波类似。那微波炉究竟如何加热食物呢？食物里的水分子随着电磁波跳舞，水分子互相摩擦，产生热能，让食物变得热腾腾。 微波炉除了可用陶瓷和玻璃容器，一些塑料容器也可以微波。那用塑料容器来微波，应该注意些什么呢？学会了这些，下次微波时记得注意哦。